给二区摩曼父亲表扬，表扬开始。来，谢谢。首先邀请北二区的大家长江礼正主席致辞。那父亲节前夕，我们来举办摩曼父亲表扬。来，我们的邱德军团长，表扬人是很热闹，但是最长最大的掌声恭喜他们。新会郭昭阳弟兄，主神会邱垂聪，在75年创立了综合国际投机会，也担任过总会第16届的监事一职，也是总会第30届全国10大农家的主委。感谢范俊雄创会长对综合会的贡献，谢谢您。解夫毕生服务台湾电力公司，服务40余年。奉松守法，长期照顾中风卧病20余年的父亲，无怨无悔；照顾多病96岁的高龄母亲，与太太秀梅慧姐在同济置业全心的付出，爱心助人。来，恭喜他们，好不好？三峡会郭吴振元，卫星会主神会邱垂聪，好，我们请上来。郭昭阳，昭阳会姐夫，更难能可贵的是会姐夫年年捐献赛星会社福金3万元，也鼓励明亮前会长购买儿福希克森 MNP 基金，谢谢。是土城会的精神指标，也曾担任过北二区的主任，是热心参与其中，除了给予后进的榜样的光，感谢他对重庆会的付出，谢谢。请唱到会员廖会长平时热心公益，不落济贫，热心奉献。除了参与永和同济公益外，亦参加地方上的慈善活动，谦虚为怀的服务社会行为，令人感佩。感谢他对同济会的认同，谢谢您。公益服务不落人后的慈善家，且秉性温和，与人相处和乐融融。泽方会办理各项的活动，需要搬运出火的工作，如捐血活动、搭帐篷，会姐夫都一手包办，长期服务10多年，感谢他。会长，陈会长入会达18年，的眼中是个热心助人的会。朋友挂在嘴边，因为对朋友真心的付出、真诚的对待，所以他的人缘极好。就算现在已经退休了，真作者是最佳的典范。感谢陈会长对同济会的付出。下面的贵宾，我们给台上的两位一个热情的掌声，感谢您。担任过常海会第4、5、6
届财务长，在长海会也担任长海会第八届会长，在事业上守诚信。本人热心于公益，可乐于会内的大小活动，勇于的出席。大新店有他真好，谢谢。三元退休，加入同济会已达17年之久。苏慧兄事业有成，为人乐善好施，在地方上深受推崇，多年来皆被同济总会聘为医疗顾问，也在分区分会担任医疗讲座之讲师，感谢他对同济会的付出，感谢您。16年，在陈会长注重家庭教育，育有两男两女，个个都是大学毕业，事业有成，家庭。惠姐夫尊亲慕名，尊敬长辈，对父母孝顺，得兄妹真诚的相待，左邻右舍。并捐款
勇于出席，感谢他对珍惜机会的付出。永常会黄德全退休，珍惜参与各项会务活动，秉持回馈社会之理念，在多次的政府活动中响应捐款热心公益，感谢他对永常会的付出。永常会有你真好，感谢您。王渊宝会姐夫，美女会姐是创始会员，夫妻俩勇于出席善心会的各项活动及会务，又热心公益，夫妻对善心会的相当的支持与相挺。